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顶配保护，美赞臣蓝针邀请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我也看不到鬼。不可能啊，你不是说你能看到我背后的那个？同样的酒店房间，更便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您收看昆仑神宫。华为 Mate 50系列领势而上，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。关闭通道会不会跟关半导体似的，就是往右面拧是开，反过来就关上了？拧哪儿啊？拧你啊？我哪说拧哪儿？我这不想招呢吗？咱不能说卡着咱不动弹了是吧？你别乱动！这个珠子里面好像还有一层内核，里面蕴含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能量，可能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把它激活。那如何才能激发这种能量呢？打破物质的正负中和结构，物质的能量就会被激发，形成逆向冲击，造成毁灭性的后果。老胡，净添乱，怎么了？假设木尘珠是正极，人是负极，按照壁画上的操作，产生了能量，就会连接池内某种启动装置，打开通道。反之操作的话，就会摧毁通道，起到关闭的目的。就是说，真的是半导体开关那道理，是吧？照你这意思，只要人和珠子反着放，就能关闭通道了。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可试的方法，但是。但是，宾馆怎么说，都得死一个人是吧？哇，好复杂！苏然，为什么要死人呢？这只是我目前的猜测，一定还有其他的方法。我们的工具和信息有限，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尝试呢。其实，要我说也没必要尝试。这不有一现成可以祭祀的人吗？谁呀？你呀，明叔。别开玩笑了。是呀，为什么是我？你看啊，明叔，这一路上，你连蒙带骗的，给我们添多大麻烦呢，是吧？这不是傻子人都认不了的，你留着没用啊。时间不多了，奉献一下，好吧？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就算时间不够了，也得想合适的办法呀。最合适的办法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
阿山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我眼睛很痛，我眼睛很痛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看得清吗？看得清，但是很痛。再处理一下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到什么吗？啊？我看到有好多个女性在这里被挖掉眼睛，然后被扔下去了。我觉得他们很疼，我看到了，他们很疼。你能看到，我们怎么看不着啊？老胡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能看着东西。可能阿香真跟这里有某种联系。啊？阿香跟这里有什么联系啊？帮他清理一下。能看出什么来吗？这次多亏了阿香，这上面画的不是杀人，而是取眼睛。取眼睛？最后放入水池的也不是真正的人，是人形。人形应该代表的是祭祀的灵魂。魔国人一直认为，人的眼睛中藏有灵魂，而眼睛对他们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。看来，祭祀需要的是眼睛。眼睛，什么意思？说不用死人了是吧？好哎，这好事。哎，不对，不是，人是不用死了，那眼珠子用谁的？革命战士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挖俩眼珠子算什么呀？要挖挖我的，大不了以后江湖上再多个胡瞎子。哎，不过你得管我。不行。要命的事你跟我争，这挖眼珠子的事你就别往上冲了。实在不行，这样，咱俩一人贡献出一只来，是吧？反正我觉得独耳龙不影响赤茶那边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开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说的也是真的，听我的，等一会儿帮马嫂挖我的。不行，这我下不了手。要不这样，你挖我的。都不要犟了，拉我的吧。那个，明叔，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行，就挖你的。你干嘛？挖你眼珠子呀！哎呀，不是，我的显明就没有这个财命。拿去吧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呀？水晶眼，怎么在你这儿？你哪弄来的？让杨小姐背包拿的。他们两个不是一直跟着我们吗？是你不让他们来的，想起来了吗？我是不是脑袋摔坏了？哎，夏叔叔，我们为什么只有三个人来啊？啊？你这叫偷好吧？不是，另外，你刚才叫做什么？杨小姐，你怎么不叫做舒娜了？啊，明叔，合着你刚才都是装疯卖傻的是吧？不是，你装疯卖傻偷东西也就算了，你干嘛拉人手啊？你这叫占便宜，知道吗？我哪里占便宜啊？天地良心，我现在不是拿出来的吗？哎呦，你脸皮可真够厚的！不怎么，你拿出来，我得表扬你是吗？我得给你奖状是吗？姐姐，你听我说吧，我这一趟牺牲那么多，你们也看到，我再拿点值钱东西回去，也情有可原吧。我雷显明就是有良心，最讲义气，我就是心疼胡老弟你。你是个汉子，我心里佩服。反正我的隐痛隔爱。可以将功赎罪了吧？啊，将什么功赎什么罪啊？这玩意儿水晶的能用吗？我之前有想到过，就是怕水晶眼没办法代替人眼做祭品。哎呀，这冰川水晶石，我来之前跟苏儿研究了很久了，这水晶眼都是真人眼变的，而且这是魔国第一代鬼母的水晶眼，比一般水晶眼还珍贵。我敢说，
这肯定是最高等级的祭品。不是，他不是又蒙咱的吧？鬼母的眼睛是魔眼，佛眼无边，魔眼无界。魔眼无界，我觉得应该能用。
胖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吓死我了！张远征太吓了。没事啊，还在。啊。不急了，上路要满了。啊！
灭了。我们成功了吗？一切都结束了。老黄，这就算完成了是吧？胖子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给点亮，我看一眼。啊啊！哪儿？这儿。我们存在，你在，我在，命运不由别人主宰，波澜不惊，当风来，秘密被解开，人生现在才，曾经那些事尘封了历史，江湖在哪里，你代价如何，小心翼翼却被推进漩涡，大刀阔斧从来是你奈我何，谁成心成仙成魔，成为或不可成为，成功成本成绩成交梦想成真，乘风破浪还是要走向前程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可能是我猜不透，分久必合，合久也必然会分，但十分百分十分则死合则生，分析分工分享分别齐心战昆仑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如果是你猜个笑，等我能量